正修超能汉，一直把风冰激起来。这么难汉？因为你不教我啊。那我怎么教？你没有独门技巧。总是这超小，超难看，这手一晃都全部都接起来。会短路，全部接起来都是短路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要全部再重，全部都吸着用掉，然后再重焊。你的光线不好吧？这应该要光线充足，这样焊比较好。这真的是超难看。你看现在又黏起来，黏起来就是你吸太多了吧？不是，是我一直手一直晃，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控制这个线的位置？那这个线就一直晃，一直晃，我手一抖，然后就跑到旁边去，这真的超难。可能是我老了吧？光线不足吧？但是我老了，我都感觉光线都看不到，太暗了，都被你的影子挡住了。这真的是，变成哦有，就是那个吼，席不能太多，然后刚好融掉，刚好就。接上，重点是我手抖，不是吸的问题。嗯哼，有什么可以控制手抖呢？所以那个烟确定会被吹，你这样弄，它都有被吹走的。你看呢、啊？因为我看不到。又黏到旁边的，他就是吸，然后就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融化，然后一融化我就这样子滑到旁边去，我就直接黏到旁边的。哎呀，这怎么那么困难？所以要多练习啊！弄完记得关灯，该关的要关一关。
这老人怎么会玩啊？这老人眼睛会瞎掉吧？老人都叫他儿子修啊，还自己修，都免费的还修，只是要等很久，因为大家都会给他修。是的。我怎么会冷？啊，不会热啊，因为你会冷啊？